个汗，擦个汗，喝个水。我很怕你中暑，太夸张。哎，你们还 OK 吗？喝点水，不要中暑哦，或是喝酒。十三团然后来参加台中浮现季，浮现季，对，这个几年啊？二十年。在我们以前还是学生的时代的时候，老诺还小的时候，老诺还嫩的样子，就是小诺的时候。谢谢老诺，邀请我们，然后这是一个属于台中的音乐节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叫 Free Now， 谢谢。重新复出了，
耶、yeah! 对，然后我们之前暂停了三年，那现在正在准备我们的新的新歌，然后希望在明年的时候可以有新专辑唱给大家听，谢谢。然后打个广告，给看三点吧，三点二十，三点半，九九在那边也有我，也有他，三点二十去那边看929。所以他们现在在 City 你没有去是这样吗？没有了，应该没开始。还没来哦，电脑。我看到有从台北来的朋友，然后还有从台东来的朋友，哇，真的是老诺魅力无法挡。今天早上我们也是五点半就起来，从高雄出来。好可怕！五点半我妈都不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六月二十九号在台北也有一场我们自己的专场，那到时候会有准备比较多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如果台中的朋友其实台北没有很远啊，都可以上来玩一下，谢谢。
谢谢，跳着舞流浪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么大太阳的台中，大家把手举起来好不好？